聆听他人故事，精彩自己人生，欢迎进入哈哈笑的有声世界。银河帝国十二，机器人与帝国，第四十五集。饶了我吧，我承认你有天分就是了，不过我还没有吃晚饭呢，你知道吗？很好，那就邀我共进晚餐吧。瓦西里亚毫不犹豫地说。哈马迪洛一面皱眉头，一面举起手来随便做了个手势，机器人显然都看懂了，立刻默默地准备了起来。瓦西里亚接着又说道，我很爱替吉斯卡设计新的径路形样，我常去找法斯托夫，当时我仍将他当作父亲，把我设计的形样拿给他看，有时他会摇摇头，边笑边说，如果你在他的脑中加入这个形样，可怜的吉斯卡非但不能再说话，而且会痛得不得了。我记得曾经问他，吉斯卡是否真的有痛觉，我父亲答道，我们并不清楚他有什么感觉，可是他的表现会像是我们疼得不得了的时候一样，所以我们不妨认为他有痛觉。不过有时当我又这么做的时候，他会露出开怀的笑容说道，这个不会伤到他，小瓦西，试试看会很有意思。那时我就会动手，实验做完后，有时我会把它取出来，有时则会留在里面。我绝不是喜欢虐待吉斯卡，我想如果换成别人，或许会忍不住那么做的。事实上，我非常喜欢吉斯卡，一点儿也不想伤害他。总之，当我觉得我所做的改良，我一向认为那都是改良，能够让吉斯卡说话更流利，动作更敏捷，或者更有趣，而且似乎毫无害处，我就会让他留下来。然后有一天，一个机器人站到了阿玛迪洛的身边，由于并非真有紧急事件，他不敢打断客人的谈话，但是阿玛迪洛立刻了解了他的来意，问道，晚餐好了吗？好了，先生，机器人答道。阿玛迪洛朝瓦西利亚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，我邀请你共进晚餐。他们起身走向阿玛迪洛家的餐厅，这还是瓦西利亚头一回去那里，毕竟阿玛迪洛是一个相当孤僻的人，出了名的不把社交礼仪放在眼里，曾有不少人劝他，如果他能在家里招待宾客，他的政治生涯将会更为一帆风顺，但他总是礼貌地微微一笑回应道，这代价太高了。或许正因为他从来不在家中宴客，瓦西利亚心想，所以那些家具看不出任何的特色或者创意，而最单调的莫过于那张餐桌以及上面的碗盘和餐具，至于墙壁则一律是单色的垂直平面。总而言之，他想没有一样不令人倒胃口。餐前的汤品是标准的清汤，简直和那些家具一样的单调。瓦西利亚索然无味地一口口地喝下去。阿玛迪洛开口说道，我亲爱的瓦西利亚，你知道
我一向都很有耐心。如果你想写自传，我是不反对的。可是，你当真打算在我面前背诵几章吗？如果真是这样，我必须直截了当地告诉你，我真的没兴趣。瓦西利亚说道，再过一会儿，你就会变得极有兴趣了。话说回来，如果你真的那么迷恋失败，想要继续保持一事无成的记录，就不妨直说吧。我会默默地吃完这顿饭，然后默默离去。你真的希望这样吗？阿玛迪洛叹了口气，好了，说下去吧，瓦西利亚。然后有一天，我设计了一个新的形样，不但比我之前的设计都要更精巧、更有趣、更迷人，而且老实讲，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。我很想拿给我的父亲看，不巧，他到其他的世界开会去了。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，只好暂时搁下这件事。可是我每天看着那个形样，越看越觉得有趣，越看越着迷。我终于再也等不下去，我就是做不到了。他看起来是那么的美丽，如果还担心他会造成伤害，我认为那可就太荒谬了。当时我才十几岁，几乎仍是婴儿，还不算完全懂得什么是责任感，所以我用那个形样改造了吉斯卡的大脑。果真没有害处，这点立刻显而易见。他轻而易举地通过了测试，而且在我看来，他要比以前聪明得多，理解速度也快得多。换句话说，我发觉他比以前更迷人，更可爱了。我很高兴，却也很紧张。我所做的事，未经法斯托夫许可，便擅自改造吉斯卡，严重违反了法斯托夫定下的规矩。这点我很明白。可是，我当然不会把它改回来。当初在改造吉斯卡的大脑时，我曾在心中自我安慰，告诉自己这个修改只是暂时性的，很快就会把它取消。然而，改造一旦完成，我就心知肚明，自己再也不会把它取消了。我就是不会那么做。事实上，为了避免影响到这个结果，后来我再也没有对吉斯卡做过任何修改了。我也从未把这件事告诉法斯托夫。有关这个神奇形样的一切记录都被我销毁了，因此法斯托夫一直没有发现我私自改造过吉斯卡，一直没有。后来我们就分道扬镳了，我是指我和法斯托夫，而他硬是不肯把吉斯卡让给我。我大声疾呼，他是我的，拼命强调我很爱他，可是法斯托夫的慈悲心肠，那是他一辈子都在极力炫耀的东西，什么爱是无私的，是不分大小的，从来无力阻止他的私欲。他分给我一些我根本不喜欢的机器人，但坚持要把吉斯卡留给自己。而在他死前，
竟然把吉斯卡留给那个索拉利女人，等于是最后又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。这时阿玛迪洛正在吃鲑鱼慕斯，但吃到一半就停了下来。你讲了这么一大堆，如果是为了帮助你把吉斯卡的所有权从那个索拉利女人手中抢回来，那就是白费力气了。我已经向你详细地解释过，我绝不能推翻法斯托夫的遗嘱。其实，还有更重要的原因，凯顿。更重要的多，更重要无数倍。你要我到此为止吗？阿玛迪洛咧嘴，挤出一抹苦笑。既然已经听了这么多，我就继续当个疯子，听下去吧。如果不听下去，你才是疯子呢，因为我马上要讲到重点了。我从来没有忘记吉斯卡，更没有忘记他是被人抢走的，但我就是从未想到自己曾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用那个形样改造过他。我相当确定，后来我无论如何也无法重复那个结果。而根据我的印象，我在钻研机器人学的过程中也始终没有见到过那种形样，直到我在索拉利上无意中瞥见类似的设计为止。那个索拉利专家所设计的形样令我觉得眼熟，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绞尽脑汁想了好几个星期，终于从我的潜意识中挖掘出了那段深藏的记忆，也就是250年前我凭空想出的那个独一无二的形样。虽然我记不清那个形样的细节，但我知道那个索拉丽莎的形样稍有她的影子，稍有而已。我是因为看到了一个绝顶复杂的对称性才产生了这方面的一点联想。但由于我浸淫在机器人学已经长达250年，经验告诉我那个形样和精神感应有关。如果那么简单，那么无趣的形样都能令我联想到精神感应，那么我的原始设计，那个我儿时发明的，后来再也无法复制的形样，代表着什么意义呢？你一直在强调，要说到重点了，瓦西利亚。如果我请你别再无病呻吟，别再缅怀往事，赶紧用简单明了的方式讲出重点，应该不算非常不讲理吧？万分乐意。我要告诉你的是，凯顿，不知不觉间，我竟然让吉斯卡变成了一个精神感应机器人，而且他一直维持着这个能力。阿玛迪洛望着瓦西利亚好一阵子，然后，由于他的故事似乎说完了，他又举起刀叉，若有所思地吃了一两口刚才剩下的鲑鱼慕斯，然后他说：不可能！你以为我是白痴吗？我以为你是永远的输家。我可没说吉斯卡真有什么读心术，也没说他能收发字句或者是想法，或许那是不可能的，哪怕只是理论上。
但我相当肯定它能侦测到情感以及一般的精神活动，甚至也许还能进行修改。阿玛迪洛拼命地摇头。不，不可能。不可能。想想看，200年前，你几乎已经要取得胜利了。法斯托夫是你的囊中物，而侯德主席是你的盟友。然后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突然一切都走样了？那个地球人！想起了那段往事，阿玛迪洛说不下去了。那个地球人，那个地球人！瓦西利亚模仿着他的口吻。还是那个索拉利女人？都不是，都不是。其实，是吉斯卡。他一直在附近，不断地在感应，不断地在做调整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只是个机器人。所以，他要忠于主人，忠于法斯托夫。根据第一法则，他必须确保法斯托夫不受任何伤害。而既然拥有精神感应，他不得不扩大解释伤害的意义。他知道，如果法斯托夫无法实现理想，无法鼓励人类开拓其他的可助人世界，他就会感到极度的失望。而在吉斯卡的精神感应心目中，那就是一种伤害。他必须阻止这种事。而他也真的出手阻止了。不，不，不！阿玛迪洛万分厌恶地说：“你希望这是真的，那是出于你某种狂野的、浪漫的渴望，但渴望并不等于事实。我太清楚当时的情况了。”都是那个地球人，根本不需要精神感应机器人来解释这一切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什么呢？凯顿，瓦西利亚追问道。过去200年来，你曾经赢过法斯托夫一次吗？当所有的事实都对你有利时，当法斯托夫的政策显然破产时，你可曾掌握过立法局的多数民意呢？还有，你可曾对主席产生过足够的影响，让你自己获得真正的权利呢？这一点你要如何解释，阿玛迪洛？过去200年来，那个地球人都不在奥罗拉，他已经死了160几年，只活了短短80个年头而已，而你却继续失败。这是你一直保持的光荣记录。即使现在法斯托夫死了，而他的党羽四分五裂，你到底从中得到了多少利益？你是否觉得成功依旧离你好远？对方现在还剩下什么？那地球人不在了，法斯托夫也不在了，一直跟你作对的是吉斯卡，而吉斯卡还在。他现在效忠那个索拉利女人，就像当年他效忠法斯托夫一样。可是我想，那索拉利女人绝无可能喜欢你。阿玛迪洛的脸上堆满了愤怒和挫折。事实并非如此，并非如此，这些都是你的幻想。瓦西利亚依然保持着冷静。不，我不是在幻想，而是在做解释。我解释了许多你始终无法解释的事情。难道你还有其他的解释吗？我可以提供你一道良策，把吉斯卡的所有权从那索拉利女人手中转移到我这里，
然后一息之间，你的许多阻力都会开始化为助力。不，他们已经逐渐成为我的助力了。你可以这么想，但只要吉斯卡仍旧和你作对，你就不会真有任何助力。不论你多么接近成功，不论你多么确定胜券在握，只要吉斯卡没有站在你的这一边，一切都会化为泡影。这种事200年前就发生过，现在还会再重演一遍。阿玛迪洛的表情突然变轻松了，他说道，仔细想想，虽然吉斯卡既不在我的手里，也不在你的手里，但是不要紧，因为我能向你证明吉斯卡并没有精神感应。倘若如你所说，他真具有这种能力，能把情势扭转到他喜欢的方向，或者是他的主人喜欢的方向，那他又怎么会让那个索拉利女人被带到可能令他送命的地方去呢？